好，有没有声音？的的确确非常的漂亮，忍不住啊打开了直播间，想分享给直播间有缘分的大哥大姐、叔叔阿姨、朋友们。这边呢翻过一座山就可以到了老缅，可以到了老挝啊，就前面这一座山啊就剩几公里就出境了。还有一条河啊，它叫湄公河，可以坐着旁边的这个轮船啊、汽艇啊，通往六个国家。一河通六国，可以到泰国、老挝、尼泊尔。你们看看这个地方漂亮不漂亮？我一个人开车过来的啊，有点紧张。从河北过来的，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？来的时候是穿的大羽绒服，现在啊穿的是半截袖。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，这边瓜果蔬菜也比较多，植被也比较茂盛。我从前面过来的时候啊，在路边看到了很多漂亮的小美女、阿姨、阿叔、老爷爷、老奶奶都有啊。人家呢在坐在路边谈笑风生，生活非常的安逸，精气神非常的足。然后呢，我问了一下子啊，这边是一个古寨子，有的六七十岁的老爷爷、老奶奶，人家在编箩筐；90岁左右的老爷爷啊、老奶奶，挑着箩筐卖水果，就是这么一个好地方。我说一下子，看看你们有没有来过这里啊？我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，感觉特别的值得。这边啊还有长寿之村，啊，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直播间的啊？咱可以扣住一个小一，咱互相认识一下子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觉得画面还清晰的话，咱扣住一个小一，我看看信号怎么样。我也看到咱家老粉丝的身影了。老粉丝来到直播间啊，飘出一个小六，对，打出一个666。咱看看新粉丝多还是老粉丝多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主播呢喜欢旅行生活，更喜欢交朋友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旅游呢可以只是可以使咱啊开开眼界，长长知识，长长见识。对，我准备往直播间里面发个红包哈。刚才说了啊，在前面呢看到了很多人啊，这旁边正在搭建舞台，你们听见这个声音了吗？这边房子啊都是建在这个荷塘旁边、鱼塘边上、山边上的啊。这边山清水秀啊，这边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少数民族。这边到底是哪里啊？这边属于中国的西南边境，也属于啊云南的范围。云南被称为七彩云南，魅力多彩，有各种吸引人的现象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这里都有。说云南有18怪，怪怪不一样，你们有没有知道有哪18怪的？人家一个妹妹说啊，在这个古寨子都可以看得到。还有啊，云南有很多的少数民族，我知道书本上写的是25个少数民族，然后啊我知道的有10几个，有拉祜族，有水族，有傣族。傣族说分3种傣，这边有泰傣、水傣、旱妖傣。旱傣啊，花妖傣哈，就是河的对面啊。泰国还有泰傣，还有苗族、侗族、布朗族，反正有很多少数民族啊。人家就说贵州有苗族哈，老缅那边也有苗族。这边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区域，一个寨子可以有3个少数民族啊，也可以一个寨子一个少数民族，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。我先把这个红包给你们发了啊，主播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，知道怎么交朋友啊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我先安排个人100的红包啊，我试试网络，对，咱都点进来看直播了，哎，出来了啊，信号还可以啊，左上角一点一摁2个步骤啊就可以领得到，对，领到了买菜、买肉、买水果，这都是参与成功的了。主播他这么漂亮，这个地方是边境吗？对啊，这边是3国交界之处，6国交界之处。有一条河，它叫湄公河，上过电视，上过电影的。然后呢还有一座山，翻过去到了老挝。大家好，这里山清水秀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真的别有洞天，很多事物啊使我大吃一惊。这边少数民族非常有特色，环境非常的好，植被茂盛，水果多，动物多。刚才呢看到了一个野象谷的大牌子，听到了野象的叫声啊。人家这个房子木质结构啊，正前方
都雕刻有金碧辉煌的孔雀，这边啊也有孔雀啊，孔雀也是凤凰，也是一种吉祥物。打听了一下子，这个寨子是一个千年古寨子，里边有一口千年的古井，一千多年了，一直冒出清甘甜可口的清泉。这边还有一棵千年的菩提树，说八个成年人手牵着手啊，围绕着啊才能把它牵住。周边呢雕刻有十二生肖，栩栩如生。今天这个寨子还是有大型的活动，我人生中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位置啊，觉得太有特色，忍不住打开了直播间，红包你们都去拿都去领啊，真的是一百的，我参与了。对啊，这边啊说云南十八怪，怪怪不一样，三个蚊子一盘菜，姑娘背着孩子谈恋爱，这边女孩多男孩少，山清水秀。还有就是啊，老头老太太上树比猴快，就说人家身体非常的健康，这边生活非常的安逸，草帽当锅盖。你们还知道哪些现象？不知道的话咱去寨子里边去问一问，去看一看，你们陪着小球打出一个进村，对，或者扣出一个小六啊，敲敲屏幕我看看都是谁来了。我是来自河北的一个小伙子，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啊？我看看有没有我的老乡。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有点紧张，你看穿的是半截袖啊，你们那儿天里冷不冷啊，叔叔阿姨？对，咱马上要进村子了啊，我要迫不及待的去这个寨子里边看活动，然后呢再往前走啊就可以到了这个老缅啊。我带着证件来的，我要出国，我带你们去玩一玩啊。小熊呢喜欢旅行生活，更喜欢交朋友，你们点开我的头像也可以看得到啊，我有35万粉丝，这是我的生活号。然后呢等一会儿啊，有用得到小熊的你们说话我都给你们喊一喊关注，好吧？对啊，左上角红包你们都去拿啊，欢迎浙江福建的好朋友们，走咱就进去了啊。哎呦，里边还真有人啊，朋友们啊，你们看一下子，一看呢这就是热带雨林的产物啊，上面还有水果，这是什么水果有没有知道的啊？这是木瓜还是什么水果？这边就进寨子进村了啊，咱过去打听个道，然后呢问一问这边是哪里，然后少数民族哈非常有特色。哎呦，你看人家都骑大摩托车哈，这边没有冬天，这边还能养鱼养鸡养鸭。你看那边一个阿哥一个阿姨大姐在那干活呢啊，这漂亮哈。那走走走，你们都是出过远门办过大事的啊，陪着小修小修那个带你们去玩啊，人家正在干活哈，在干活啊。阿哥，这装那个热水器洗澡用的哦。好好，人家干活咱就不打扰人家了。小修那脸皮有点薄，你们都是出过远门办过大事的，给小修出出主意。前面好像有户人家啊，好像还有妹子，咱过去去问一问好吧。对对对，红包你们都去拿啊，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漂亮的话咱打出一个漂亮，美的话咱打出一个美。小秋你能不能给我们露个镜见个面啊？可以的啊。等一会儿呢我给你们露一个镜啊，咱交交朋友嘛。哎，这也是一户人家啊，咱过去去问一问这里是哪里，问一个路哈。好漂亮的一个妹妹啊，咱过去问一下子啊。哎，脸皮有点薄，喊美女还喊阿姨还喊妹妹啊。哎，你好。呵呵。哎，你好阿哥。好漂亮呀，你们这山清水秀的，然后人长得也好看，我想问个路打听个事儿可以吗？哦，可以的吗？你要去哪里呀？就是我是抖音直播记录美好生活，第一次来到你们云南这边，你们这是云南边境吗，妹妹？哦，对呀，我们是少数民族的吗？哦，少数民族啊。嗯。我就说往前面再走，是不是快到了老缅了？哦，前面吗？走路要走小路，半个小时嘛就过去了。哦，走个小路，半个小时都过去了。对呀。开车能过去吗？你说开车吗？啊。哦，开车不行哦，这个路窄的嘛，你4个轮子的车过不去了。哦，这个开车不行，我是河北人，我姓修，就是你喊我小修行。那个汽车就是我从河北开过来的。哎，你这要进寨子呀，妹妹？
我是要去里面吗？参加篝火晚会咯。哦，我看你从这一户人家走出来，这是您家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我阿妹他们家，我堂阿妹。哦，哎，小修哥，我叫你小修哥哥吧。啊，可以啊。小修哥哥，你说你还这个小轿车是你的呀？啊，对啊，我开车到这边来的。然后，哎，寨子今天是有活动吗？啊，有啊，今天我们一年一度的篝火晚会喽。哎呦，还真有活动，你也要去寨子参加活动呀，妹妹？啊，对呀，小修哥哥，你还有大轿车呀？那你是大大老板呢？啊，也不算，就是喜欢旅游嘛。哎，你这裙子、这个衣服什么也都特别好看。你这是自己买的，自己做的？你说这个裙子 啊是我们自己织的呀。哦，你们这是少数民族哈。嗯，你叫我阿布吧，小修哥哥。阿布。嗯，好奇怪的名字。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民族呀？我们这边吗？是傣族吗？傣族。傣族吗？啊，我没有来过傣族呢。那咱算认识了，就是外地的人能不能去里边拍拍照、开开播、看看活动、凑凑热闹呀？可以呀，但是你找不到地方喽，要由我带你去才能去喽。那行，我把汽车放这儿，不碍事吧？不碍事。小修哥哥，你好厉害哟！我们寨子里面嘛，都没有人有大轿车喽。哎呀，谢谢你夸奖，没有什么。那我把汽车锁住。那咱算认识了。咱们边走边聊，去寨子里边去看一看，然后我再去老缅那边，反正也不远了。哦，可以呀。啊，那妹妹，那我问一下子啊，你刚才说你叫阿布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这个名字，好奇怪哟。阿哥、啊，我们这边女孩子嘛，统称阿布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嘛，都会刺绣、织布嘛、缝鞋嘛，都叫阿布喽。哦，我知道，少数民族的女孩确实啊。就心灵手巧，我去过贵州，他们那边也有少数民族。你们这是傣族哈？嗯。你们这环境真好，也不冷。我把大棉袄都给脱掉了。我们这边嘛，一年四季都穿短袖嘛，因为都是热天嘛。哦，还有就是，那女孩叫阿布，那男孩怎么称呼呀？阿丽吗？男孩叫阿丽。嗯。这又从何说起啊，妹妹？因为要上山干活割胶嘛。叫阿丽，他力气就大一点嘛。哦，你们这到处都是山，去山上去干活。嗯。嘿嘿，我是一个人来到这边的，那咱算认识了，我就随便问几句话哈。可以呀、啊。那我从前面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了很多阿姨啊，还有妹妹都在鱼塘边上或者什么干活。哎，你人家说你们这个寨子女孩多，是真事儿吗？你说我们寨子吗？啊，阿哥，像我这个年纪的嘛也不多了。不多，就一百六七十个咯。一百多个，我看你这花一样的年纪也要二十出头，一百多个。对呀、啊、像我在我们寨子里面嘛就是大姑娘了。这还算大姑娘了？对呀、啊、我今年阿哥就有二十六了。二十六了。嗯。哦，呵呵，那你有没有对象？阿哥没有，我还在排队咯。不是，这还要排啥队呀？ 我因为我家里面嘛六个姐妹，我排行老四，我大阿姐找了吗？二阿姐、三阿姐没找，还没排到我咯。哦，懂了，我们那边也是哥哥不成家，弟弟不能跨过去。对呀、啊。那我问一下妹妹，你家里几姐妹啊？我家里面嘛就六姐妹嘛。六姐妹。嗯。那不是六朵金花吗？哎，还好啦，阿哥。那你家里是不是在这个寨子属于女孩最多的一户了？阿哥，我们这边五六七八个嘛，很正常。你看这户人家，红包开了啊，领到红包回送一个。他们家十二个了，十二个姑娘了。哦，这一户人家十二个女孩。对呀、啊。好家伙，我这不大女儿国了吗？没有，阿哥，跟我们那儿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河北、河南、山东啊，男孩多，女孩少。你们这女孩这么多，男孩多不多？男孩，不怎么多。男孩子嘛，像我们这么大的，也就二三十个了。啊，那我打听点闲事啊。你们这女孩这么好，说话又温柔，还会做衣服、做裙子，哎。能不能到我们河北、河南、山东其他的地方去生活呀？哦，可以的呀。
也可以。以前是不行的吗？但是现在这几年都有人嫁到外面去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小修哥哥，你怎么没有跟你的老妮一起来嘞？老妮？对呀。我妈妈在河北呢，老妮，我没有带她来呀。妹妹啊，妹妹，我听到了。我老妈在河北呢，我一个人来的。你还笑话我？小学哥哥，我说的老弟吗？不是老妈妈的意思咯。不是，我们直播间也没有一个知道的，这头一次听说这个词儿。我那是啥呀？不是老妈吗？不是的，老弟妈就是白天跟你一起吃饭，晚上跟你一起休息的那一个人咯。哦，在我们河北都叫媳妇儿，叫老婆，不叫老妮。一个意思的吗？哎，那老公怎么称呼呀？老乖吗？老乖。嗯。哦，懂了懂了，当老公得乖一些哈。对的吗？真有意思。哎呀，就是哥哥还是一个，说来也惭愧啊。嗯，现在四十出头了，现在还一个人生活呢。那你还一个人啊？对呀。那你是也是到我们这边来找老妮的吗？哦，我倒是到这儿旅游。我查资料说你们这儿是边境，非常好玩，还有长寿村，还可以出境，所以说我来这边玩来了。没想到来到这边觉得是真的别有洞天，很有特色。妹妹，就是我想问一下子啊，你们这女孩这么多，刚才也说过了，可以到外地生活，就是要这个多不多呀？啊，你是说了心意钱吗？对。哦，要的嘛，还要的挺多的，要这么多咯。哎呦，我们河北那边10万到20万，你们当地都多少？打在公屏上，兄弟们叔叔阿姨也不少哈，也不便宜。妹妹，是10万吗？不是的，小修哥哥，1万吗？1万很多吗？多的嘛，一年的收入喽。哥哥一个月都有6000、7000，俩月都有1万了。那我们这边一年的收入才1万多一点啦。直播间的叔叔阿姨或朋友们都有可能比我挣的还多。哎，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啊？还有一个一心一意咯。一心一意。嗯，一心一意，不懂呀？有没有懂呢，叔叔阿姨？还有这个条件，有没有懂呢？不，妹妹，这一心一意又从何说起啊？就是一头牛吗？一头老母猪。哦，懂了懂了，就是挺寨子的人吃肉哈。不是拿来吃的，牛嘛拿来是干活耕地的，然后老母猪嘛就是猪生崽，崽生猪嘛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小修可以再给我们发个红包吗？可以的啊，发个人100的红包出李小六。对，直播间锁上角都去领个大红包啊，领到这个大红包啊可以买菜买肉买水果。对，我又给你们发个大红包啊，你们都去领。不是阿哥，不是哪里来的红包啊？没有啊。不是妹妹，你在地上找不着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开着抖音直播，我在直播间里面发个红包。那这样，我车上有礼物，一会儿看完活动我给你拿个红包。哦，不懂哦。我们过年才发红包咯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嗯，那妹妹，就是我说呀，就说你刚才说一心一意是一个猪一个牛还要活的。对呀。那这咋回事啊？牛嘛我刚刚说了拿来耕地干活，然后猪嘛拿来猪生崽，崽生猪嘛。哦，这出去一个人，牛可以耕田。猪呢可以生小猪，也挺划算的哈。那当然哦。啊，还有没有其他条件？在我们河北啊那边都得要车啊，要现成的楼房，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大件儿，难倒了一大批人，所以说哥哥现在还单着呢。不用阿哥，我们这边每家每户嘛都有房子了。哦，我知道你们都是木头搭建的房子。哦，一住几十年上百年是吧？啊，对呀。旧房子也可以啊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有住的地方嘛就可以喽。哎呀，这个真好。哎，妹妹，我好喜欢你们这儿，
你们这山清水秀的，而且又不冷，那外地的能不能到你们这来生活呀？阿哥，可以呀，我们寨子里面嘛，还有一个黑什么江的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了，十几年了。哦，那应该是东北黑龙江嘛。哦，对对对，黑龙江，我老记不住了。那我如果上你们这儿来生活，还要不要这个？还要不要这些一心一意啥？还要不要？阿哥，你来的吗？是女孩子给你了。哦。是反过来的吗？就不要了，还是到大。是女孩子给你一个万吗？一心一意吗？是他给你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？哦、那合适。嗯，那个叔叔阿姨兄弟们，那个是不是就叫？上门了我们这边叫姑爷吗？哦，那也行，那到你们这生活不会受气吧？不会的，阿哥，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对男孩子可好了，都是手牵着手一起干活了。哦，小姨子还多。哎呀，我们这边也就五六七八个嘛。哎，我还知道啊，就是你们这女孩是不是都会唱歌会跳舞呀？基本的都会跳了，每个人都会跳这个孔雀舞啊，还有这个傣舞啊，你见过没有了？我还没有见过真人跳呢，听说这个舞跳起来可好看了。哎，你刚才说你六姐妹，你在家里边排行老几啊？老四吗？啊、哦，小四妹哈。我二姐三姐跳的更好看，我二姐三姐他们是专业跳舞的咯。那我问一下子，那姐姐都什么情况？成家了没有？哦，我大姐找了，我二阿姐三阿姐没找，他们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哦，哥哥，你知道怎么是一模一样吗？嗯，就是跟那种双胞胎似的呗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两个眼睛大大的，个子高高的。等一会儿我介绍你认识了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嘿嘿，真好。你说可以，就是那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你姐姐肯定也很漂亮喽。我阿姐啊。啊。我阿姐长得高高的嘛，眼睛大大的，比我漂亮多了。我二姐三姐是寨花。啊，寨花是，那快到您家了吗？阿哥，我家就在前面，你看到那栋房子了吗？哦，这个房子好古老，好大呀，很多房间，家里人多，房子也大。妹妹，就是我从一路走过来啊，叔叔阿姨朋友们，你们也看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有没有知道的？然后呢，这个树上绑着一个碗，然后有没有懂这是干什么的？就我头一次来到这，好奇怪呀，妹妹。阿哥，哪里有叔叔阿姨哦？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啊。我这举着手机，我直播间有3000多个叔叔阿姨，你都是朋友。3000，小修哥哥，你是说3000多棵树，还是3000多个人哦？3000多个人，我河北人不骗人，咱都是朋友了，我能骗你吗？我不相信哦。来，在直播间呢，扣3个1，叔叔阿姨兄弟们，这不卡吧？我应该卡了吧？这都不说话，在直播间扣3个1。那这样吧，妹妹，那这样吧，那个我让你站到我身边来看一下子，然后交个朋友，可以啊。啊，对，单扣3个1啊。我调一下摄像头。哎，你看你在镜头里边了。啊，我在里面了。对啊。不是，小秀哥哥，不是，那他们会讲话，能听到我说话的，能听到我讲话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跟他们打个招呼啊。哦，可以吗？嗯、你们好，我叫阿古朵，也可以叫我统称阿布了。啊，你们这是哪里？跟他们说一下。啊，我们这边是傣族啊，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了，叔叔阿姨们。你们都是来自哪里啊？姑娘还挺客气哈，挺有礼貌。对，你们把你们美丽的家乡打在公屏上。这样啊，姑娘给咱打招呼了，咱呢都扣一个6。给他回一个说话，就是对，都扣一个6啊，代表能交个朋友啊、嗯。还有河北、山东、山西的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哦，你说打6的，他们都是能听到我讲话的吗？对啊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还真的有人打6喽。然后呢，这个右上角这个是人数。我看一下，个十百千，小修哥哥。你好厉害哟，你朋友好多哟。
朋友多了路好走吗？刚才我说发红包就是在这个左上角，一直给他们发红包呢。哦，你说的红包是在手机上发呀？因为我们这边嘛，只有过年嘛，阿祖嘛才发红包喽。阿祖？嗯。阿祖那辈分就比较高了。我阿祖108岁了，前一段时间还有人来采访我阿祖，我阿祖还上过电视了。哎呦，阿祖那这5代同堂6代同堂了，啊，真好。那个，那咱就去寨子里边，去妹妹家里边，好不好？阿哥，你刚刚说这个碗还会吃饭啊？他不是吃饭喽。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，都不懂啊。阿哥，嗯，这个吗？他是教了。我看到这个碗，我都饿得不行了。你说这个树上可以流出胶来？对呀，他一刀一刀割出的胶吗？明年他又长好了，拿来做那个汽车的轮胎吗？乳胶床垫吗？都是用这个橡胶树吗？哦，它的胶做。我们河北没有这种树，我来自河北，你知不知道河北在哪里？河北我知道嘛，那个河的对面。阿哥，你是游泳过来的吗？河北你都不知道，是一个很大的省份，还游泳过来的。那我不知道哦。还是北京。北京我知道啊，虽然没有去过。北京我从小都知道。啊，那个咱交个朋友，我到时候开车带你去北京，然后带着你们姐妹去北京爬长城、游故宫。可以的吗？阿哥，我家到了，我请你到我家里去坐一会儿，喝杯水吧。那你刚才不是说会跳舞吗？你现在可以给我们跳个舞吗？直播间也都叫朋友给你打招呼了。阿哥，现在在路上怎么跳吗？等一会儿我去家里面嘛，给你跳个舞，唱个歌嘛。啊，那你姐姐能不能跟我们一块见个面跳个舞呀？可以的嘛，我二姐跳舞可好看了，我二姐经常在台上跳舞。等一会儿我叫我二姐、三姐嘛、我妈，我们三个人嘛一起给你跳喽。好好啊，直播间叔叔阿姨、朋友们、兄弟们，你们想不想看妹妹跳舞？想看妹妹跳舞的话，打个响。阿哥。No.